请你裁决咧，刚才嗰个宣誓是否有效？佢系不情不愿咁，佢所谓叫做用攞住本圣经宣誓咧，佢要天国要父啊，要天主啊，要宽恕佢咧。呢种做法完全唔系一个有诚意嘅宣誓，咁嘅做法咧，将会令到呢一个议会嘅尊严咧受到极大嘅损害。你要表孝心啊，但系主席赶住时间开会噃。本会过去嘅先例咧，我系裁定黄毓民议员依法完成咗宣誓。